会突然变冷。漫漫女神四叶草全新创作单曲《冷冷的圣诞节》MV 短短上架四天就突破百万点击率，也让她更有信心朝创作歌手迈进。年仅19岁的四叶草，去年靠着《好想你》一曲爆红，她也笑说自己非常幸运，未来也会继续努力。我其实很早就创作了，只是因为我觉得一直还没有到可以过了我自己那一关的时候，然后终于其实冷冷的圣诞节这首歌就是觉得还不错了，然后给那个明字老师他也很喜欢，然后我就一半的那个紧张就消了，然后一直到那个放上网的时候，然后大家的那个评论我觉得给我了很大的肯定。记者会当天，小刀也特地现身给予支持，谈到创作，四叶草也毛遂自荐，希望可以帮全能天后杨丞琳写歌。我其实一直都从小就是很从以前就很喜欢他，然后也听到了他很多的歌曲，然后也看到他在声音上有很多的变化，就是从来以前他也是很可爱的可爱教主，然后到慢慢到越来越有实力的感觉，然后所以我很欣赏他。另外主办单位也特别安排5位男神的照片，分别是大马鬼才黄明志、911的春风、苏打绿、清风、宋仲基还有李钟硕，没想到咱们四叶草居然选择他。你也李钟硕是不是？所以他当男朋友，当欧巴已经 OK 嘛，对不对？他当老公的，你觉得爽？应该是李钟硕吧，直到我看下一部韩剧为止。四叶草也说自己勇敢追爱，遇到心仪的男生就会主动出击。不过今年的圣诞节估计是要在工作中度过了。网友新闻网采访报道。